接下来要为大家来演唱一些民歌时期的作品。那这首歌曲呢，当年民歌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就是有很多的新诗，那么被谱成了曲子。那这一首是郑愁予的诗，叫做《寄》。那我不知道当时郑愁予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领悟，他写下了这首。我想寄就是修行的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得到了许多的启示跟领悟，那么写下的诗。那一个诗人用这样的一个寄当作他的诗的名字，相信是他对生命中有很多的感触。那他说他不再流浪了，不愿做时间的歌者，不眷注空间的歌者，宁愿是时间的诗人。那我想可能他觉得他的心不再愿意去流浪了，那么他希望能够把自己安放在一个对的地方，不希望是一个空间的歌者，而是一个时间的诗人。那最后他说，这土地我一方来，将八方离去，也是一个生命中对自己一种很洒脱的一个想法。生命中也许他真的感受到生生灭灭其实只是一个现象而已。那为大家来演唱，当时由郑愁予以及苏来后来把它谱成的曲子，这首叫做《寄》。谢谢。Thank you.